嘉义，你们好，我是明先生。我们的新专辑准备要发在10月17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你们等一下回家小心。我是贝斯手，我叫以诺，谢谢。谢谢。就是那个最近呢，明先生有跟一部电影合作了一个新的歌，那部电影叫做《周楚除三害》。然后我们是合作这个片尾曲叫做《坏蛋》。那如果大家今天第一天认识明先生的话，可以帮忙分享一下这首歌，谢谢。那我是吉他手，我叫德恩。你们这个人是称赞还是什么啦？什么小逼好湿？是真的蛮湿的啦，好不好？迷先生迷是哪个迷？你们知道吧？后面的朋友知道吗？因为我每次讲了好几年，不是每次好讲好几年，因为我讲了好几年，讲了第11年了，还是有人会打错。所以呢，这么多人好好推广一下，迷先生的迷呢是迷路的迷，好不好？上面是一个路，下面是一个米饭的米。不要再打错了，谢谢。好，祝大家玩得开心。如果有喝酒的，就不要开车，也不要骑车，注意安全，好不好？好，玩得开心。我是吉他手小 B， 谢谢。大家好，我是鼓手一凡。回家了，爽。这个场地对我们来讲有很多的回忆。然后昨天经纪人跟我们讲说，我们第一次唱《示爱动物》就是在这边。然后我们即将要发片的也是在这边表演，我觉得感觉非常棒。然后希望这个热闹跟这种充满我们一起充满回忆的地方可以继续延续下去。然后10月17号我们就要发片了，那谢谢主办的邀请，我们可以在这边表演。那也把这个讯息跟大家说，也跟你们说，也跟你们的好朋友说，迷先生第5张专辑要准备跟大家见面了。 OK， 祝你们今晚都有个愉快的夜晚，谢谢。大家晚安，我是楚荣生，我们是迷先生。好久没有回到这边，那个你们是很喜欢在我讲话的时候。对，谁生日？明先生生日还没到，明先生生日是我们发片的那一天，10月17号准备我们的生日。有没有今天生日的朋友？今天生日的，真的吗？好，刚刚的生日快乐歌就也送给你们，生日快乐。好，我们先来跟大家拍照，来。